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，这里有一家比我头还大的彩色龙虾，而且这个龙虾还是蜂蜜口味的。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这个古巴小蜜蜂好不好吃。走，哇塞，可算找到了，姐妹们，这一栋楼都是他们家的，这也太豪横了吧！哇塞，贵气。欢迎光临，请预定吗？有姓陈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好的。天哪，这些东西也太多了吧！哇塞，红色的小鱼，这么多的帝王蟹，这个也太特别了吧！这是七彩古巴小蜜蜂。哇塞，这个也太大吧，好好看啊，它是七彩的，而且里面真的好像小蜜蜂啊。因为它的口感是比较紧实的，多多吃起来的话有点肉质是带甜的。是甜的吗？是的。天哪，甜的龙虾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尝一下。为您单独安排了一个百万包间。百万，哇！光临，里面请。这个是啥呀？像喇叭一样。又是整知识的一天。这里还有一个椅子，哇！哎呀，今天吃完不跑步了，在这里睡上一觉也是很不错的。哇，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？外面居然还有个阳台。老板，要不先在这里吃吧。滚。你也不看看今天有多冷。我早醒睡，哇塞。哇塞。小姐姐，请问还需要加点什么菜吗？哦，可以，我看一下菜单吧。好的，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凉菜哦，面食热菜。有带图的吗？菜单都没有带图片的。好家伙，你不带图，我怎么知道长什么样呢？那这样子吧，你就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几道菜吧。好的。为啥都不带图啊？等菜的时候再来喝一个小果汁儿。奶丝，你好，大家。哦，好的。现在为您上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——朗姆酒焗雪花牛肉。啊，真香。哇塞，好香啊，已经闻到牛肉的味道了，里面是滋滋爆油的，来尝一下。哇，都快看到了吧，牛肉真的好香啊。就是这牛肉太烫了，嘎嘎香的得很。嗯，那牛肉超级嫩。哇塞，来一口全家福。哎，这个勺好烫啊。你好，女士，先拎上下一道菜，豪华自助厅。哦，哇，这个酱汁不错，上头。哇，太爽了，呲一下就冲到鼻子上面了。刺身小青龙。真的太嫩了。嗯，配上这柠檬真的特别好吃。又在开始整这种社死行为。哇，柠檬小冰块啊，这个也太硬了吧。就喜欢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哦，好的。哎，等等等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玩意老贵了。我不爱吃这个。这个是已经包含费用，包含在里面洗的。好像我爱吃这个，你帮我多骗了一点。小姐，我能自己刨一下吗？可以的。这刨着吃不得劲啊！咱今天站起来了。我早醒睡，哇塞！哇塞，这个黑松露面你们吃过吗？这个面也太少了吧，这么大的黑松露吃完不会流鼻血吧。喝口汤冷静下。这个是真的苦，今天20000块钱真的泡汤了。现在上的是香辣古巴小蜜蜂。哇塞，今天有请我们的陈女士为我们的小蜜蜂揭盖剪彩。蒸蒸日上。妈呀，这个也太爽了吧。陈女士，这边为您准备了12个蘸料，是吃这个小蜜蜂的。哇，这么多黄，它头上面真的像蜂蜜一样晶莹剔透的。哇，太鲜美了吧。哇，它肉又紧又嫩，而且真的是甜口呢。再来蘸个调料。哇塞，嗯，这个好好吃啊，是钵钵鸡口味的。哇，
是青椒口味的。哇，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龙虾了。都点干饭了，集美们。哇哇哇，这么大的肉。哇，哇，这个不好吃，我能酸了。哇，芥末味，又是酸甜苦辣麻的一天。这个绿色是什么鬼？天哪，像海藻一样。这个特别奇怪，哇，今日份也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啊！哇，你好，帮我打包一下，然后这个头也要，好，谢谢。哦，